文明指的是一个社会在各个领域外显的表现，包含了政治、经济、法律、教育制度的发展以及公益、科学成果。而文化则侧重于精神层面，包含了宗教、哲学、艺术以及生活形态。过去的几十年来，台湾积极于追赶西方国家的工业及经济成就，表面上看起来成绩不错，但背后却付出了庞大的代价。从自然生态的破坏、社会结构的转型到人心的改变，在文明进步的同时，某些珍贵的文化是不是也渐渐式微了？为了探索这个问题，经典杂志投入一群优秀的撰述，以宏观的视野为台湾环境、社会以及生活方式进行总体检，深入调查攸关文明发展及文化传承的各项重要题目，报道集结成了这本《文明密码》，希望提醒各界共同思索台湾如何才能够永续生存。今天非常欢迎经典的撰述居瑞云到节目中来和我们一起谈谈《文明密码》。瑞云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这本书啊，其实是集合了各个不同的专题的报道，把它集结成书，对不对？是。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谈谈说，贯穿整本书有没有什么样的共同的关怀？环境一直都是经典杂志我们关心的议题。那《文明密码》它也是从一个环境的角度出发，所以这个书大概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在讲文明代价。第二个部分叫做生活密码。什么叫文明代价呢？就是说在这个部分呢，我们大概回顾台湾过去几十年的快速发展之下所对环境所造成的一些破坏。那我们包括了就是生态上的这个失衡，然后水资源的问题，还有就是能源的危机，以及就是像空气污染等等这些议题。那但是我们做了一个很大的尝试啊，就是说在这个第二部分生活密码，我们把这个大环境拉到日常生活当中，那包括就是食衣住行等等这些问题，看起来好像风马牛不相及哦，可是我们其实的初衷就是在于说，我们怎么样对待我们的这个小环境，我们可能就会怎么样对待台湾的大环境。那假设我们讲这个大环境当中，譬如也许地层下陷离你可能很远，可是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我们周遭的这个交通的环境，那是不是因为大家也是图方便，然后可能过度滥用了私人的汽机车，造成市容的破坏，然后人住的也很不舒服。所以我们想说这个东西其实这是一个天人合一的整体观的一个概念，那也是我们想要在这本书中可以传达给大家的，就是从大环境到小环境，然后到新的环境，也就是这个价值观。所以我们希望到最后阐述的是一个价值观的东西，从环境的被破坏到日常生活的环境，然后甚至到我们的教育还有我们的美学素养等等，其实我们希望用一个整体观的概念去谈什么叫做文明密码。所以环境它不在于只是一个单一的议题，就是我们一般谈环境好像就是讲开发啊，然后经济啊，或者是这个开发跟保育之间的失衡，然后我们觉得这个东西其实谈到最后会不了了之，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文明密码就是把环境放在拉回来这个文明的这个大拼图当中，因为我们觉得整个大环境，台湾大环境的演变其实就可以视为一个文明的进程。那文明发展到现在，就是它要检视到什么样的东西，这是我们在这本书要做的，所以前半段的文明密码看起来是比较具观的，对不对？具观的对整个国家、整个生态还有整个社会的观察。那后半段的生活密码啊，生活密码是比较微观的体现，对不对？对，可以这么说。那两者其实是相扣的。对，我们希望把它就是拉回一个整体的概念。当然，生态一直是你们关注的议题啊。所以一开始你们就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笔筒树，对不对？笔筒树的调查。可不可以谈谈这个笔筒树好像是很古老的，在恐龙时代就出现的一个很古老的一种植物，它其实
不是树，对不对？它是一种蕨类。对。那能不能谈谈那个时候为什么会对笔筒树产生兴趣？那你们深入调查的结果是怎么样？这个一开始文明代价就是希望从最自然的到现代工业化发展，所以一开始自然我们就想说用树木来代表。那我们找了一个很有趣的植物叫做笔筒树，它是蕨类植物，然后它是等于说台湾的活化石，所以它从恐龙时代一路见证到现代。可是慢慢的我们发现它有在环境上产生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它慢慢的消失，而且消失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人类并没有找出来，那可能是一些传染病的问题，可是现在就是还在调查当中。病虫害的问题？对，可能是病虫害问题。所以在这样子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到说其实人类跟自然是慢慢脱节的，而且我们没有办法去完全的理解到底这个大自然这整个生态系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从中发现到人类其实是相对是很渺小的，相对这个大自然。那可能从这一点当中我们才要慢慢的往后阐述说，人类在面对整个大环境的时候应该要怎么样去转变他的心态跟思维，去谦卑的面对这个大环境。接着呢，你们也探讨了地层下陷的问题，好，特别是在台湾，一般我们都觉得说地层下陷可能是跟养殖业者他们超抽地下水是有关系的，可是你们调查的结果好像还有其他的因素，是不是？地层下陷它其实原因很多啦，那大概我们可以粗分成两个方向。第一个就是地下水的超抽，那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农渔业者之外，还有就是像自来水公司啊、工厂啊，或者是农田水利会。那第二个方向就是地表水的这个截断和地表水的不足，因为地表水我们知道它其实有可能它是可以涵养地下水源的，所以它其实地下水不只是地底下的部分，那地表也是我们关心的一个在这个文章里面关心的一个对象。那为什么要抽地下水？当然有可能很多原因，可能就是因为方便，然后省水费，或者是说这个地表水不足或是污染。那地表水呢，以我文章里面的这个彰化云林这一带来讲好了，这边它其实地层下陷的蛮严重的。那这个地方浊水溪它的这个地表跟地底的连通性其实是很好的，所以当你的这个地表水如果你把它截去，譬如说提供当地的工业所需要，譬如说六轻等等的话，那这个水它可能就不够到这个冲积平原去涵养地下含水层。那就我们知道西南沿海这一带它的工业区又挺多的，这个科技工业区有很多，那这些都是属于高耗水的产业。所以这个其实就讲到我们这个整个国土规划的问题，就是我们在一个很缺水的中南部，它的这个降雨量又很不足，而且这个当地的地质又不适合去盖水库，所以等于他们的虽然他们现在在盖一个湖山水库，但是可能过去以来都没有水库，那就降雨量不足，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又塞进好多个这样高耗水的产业，其实就显现出我们这个整个国土规划其实是没有足够的思考跟没有足够的沟通对话。那这个应该是整体就是跨部会合作要去达成一个共识的事情。面对全球气候灾难频传，地震豪雨随时等待袭击，台湾若想脱离成为气候灾民的威胁，端是我们是否能汲取教训，体认国土为脆。所以其实这本书的前面的文明的代价，其实你们探讨了包括生态的危机啊，还有刚才讲的水资源的问题、地层下陷，好，还有空气污染等等这些问题呢，其实他们有什么共同的症结呢？我想这个文明代价就像我们刚刚讲，它是从最自然，就从一棵树开始，然后慢慢到水资源，然后到能源，到空气，最后我们讲的是一个国土规划的问题。所以我们就会从这样子一个文明进程当中，我们发现人跟自然是截断的，然后人跟水资源也是被切断的。然后我们现在觉得好像用水很方便，然后这个又很便宜又很容易取得，所以我们会比较难去思考说水源是从哪里来的，甚至我们也就不太会去珍惜这样的水资源。那讲到能源也是一样的问题，就是我们台湾99%以上的能源是进口的，
可是我们的能源的我们电价一直都是非常的便宜，所以相对你看水资源也很便宜，然后电价也很便宜，所以它其实没有合理的反映在它的成本上面。那同时间水不够我们就盖水库，然后电不够就盖发电厂，其实就是我们对这个硬体工程迷思，而不会去对资源做足够的这个妥善的管理跟经营的这样的问题，而且是不懂得珍惜啦哈。就是说人们因为其实付出的代价不高，所以他们一切就变得理所当然了，对不对？嗯，那所以其实还是要回归到最初最初的心态的调整，对不对？怎么样对待我们所处的环境，怎么样跟自然共生，好。对，那所以整个心态的重新调整，重新归零是很重要的。对，我觉得有几个价值观啦，也是我们文明密码想要去阐述的价值观，就是台湾在现代快速现代化过程，其实有大概有三个这样的价值观。那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过度的对硬体工程过度的迷思，然后反而不会去在有限资源当中做管理。那第二个就是一个重量不重质。那因为我想过去台湾从过去的匮乏到后来的爆发，其实我们很多事情变成说只求快速，只求大量，或者只求 cost down， 所以对那个品质或者是对背后产生的人力环境的成本我们是没有考量。那第三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变成我们是比较，我们被教育成单打独斗，各行其事，而失去了这个沟通跟合作能力。我觉得这是我们在文明代价里面想要特别凸显的这几个价值观。所以其实在刚才讲的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不但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然后其实我们的生活形态的转变，对不对？也其实改变了这整个生态环境，对不对？譬如说像你在《时到尽头》还有《国王的新衣》这两篇报道里面探讨的是厨余问题，我们其实浪费了很多的食物。好，还有《国王的新衣》探讨的是成衣的问题，我们现在其实要买到一件成衣就非常的方便，好，不像以前要手工秘密缝，对不对？对。但是方便的结果其实背后我们没有考虑到的，我们看到的就是很方便的成品，好，很价廉物美的成品。可是我们没有考虑到后面，其实，我们剥削了很多的劳工的血汗，对不对？可不可以谈谈这两个专题？其实食物的话，可能就是我们大家看到现在，过去我们大家就是温饱为主嘛。那现在其实很多的这种吃到饱啊，或者是说我们可能对于食材过量的消费，那我们好像都变得比较求温饱之外，可能还要图很多的这个口腹之欲这样。那衣服的话，就是衣服其实比较难写啦。那时候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因为感觉它讲的是一个人心，是欲望。那它没有什么法律依归，你也没有办法去批判什么单位。那讲到最后，就是说你可能譬如说我们一个人到底需要几件衣服，其实这个也很难定论。那我觉得比较重要就是说，这个消费的主义、消费形态，我觉得还是很需要在这边提起，就是说，工业化之后，这个衣服大量的生产，然后我们取得衣服变得很容易、很便利，甚至也很廉价。那可是它的背后可能是因为跨国资金流动嘛，所以可能品牌商在欧美国家，然后这个制造业者在可能一些开发中国家，那他们这些制造业者的利润都非常低，所以等于说服饰一件服饰销售的价格可能算到最后大概只有5%是属于工资，那当然他们就是严重被剥削。那你除了人的这个健康可能被牺牲掉之外，这个环境的成本我们可能也没有去考量到，也是我们看不到的嘛。我们买衣服回来，其实我们看不到那个背后。那所以我觉得消费者当然在这一方面可能能做的比较少，但是我觉得也许可以去从在意我们的衣服的原料或是它的生产履历的来源开始做起。那我觉得在制造业者在这部分需要负比较大的责任，因为他很清楚他用的人力，然后他也很清楚他的用的水资源跟用的能源，还有用的可能一些燃料啊，整趟的过程当中他对于环境的剥削是多少，所以他在这方面应该要有更友善环境、友善人工的方式来去制造衣服。一座城市应该让民众宜居，并非让他们快速移动，而生活不仅是踩在轮子上
更是以双脚走路去上学、散步和购物。城市主要是提供这些服务和功能，其余只是连接和工具，帮助你从一点移到另一点而已。我很喜欢你在书中里头提到的两个专题，好，是谈行的问题。嗯，好，其中有一个专题是难行能行，还有突围与出路。好，那你特别到了欧洲，对不对？去采访荷兰的自行车体系，嗯，还有哥本哈根，丹麦的哥本哈根，是不是？是。可不可以谈谈那个时候为什么想到要做这两个专题？嗯，难行人行跟突围与出路是检视台湾交通问题的一组题目啦。那当初是从被忽略的人行道这个观点出发，然后探讨到台湾的行人路权跟这个道路空间的分配失衡的问题，然后到最后再延伸出，所以大众运输发展也很不全。那其实台湾一直以来就是以车为主，以车以发展大车思维去规划它的交通。那其实台湾很小嘛，可是我们还是一直觉得说，只要路不够，就再开一条路的这样的思维。可是其实这样子等于说你没有办法解套。那而且开的路都是给车子用的，对不对？像在哥本哈根，他们最市中心皇宫的外围，大部分都是徒步区嘛，对不对？好，你有很舒服、很宽敞的徒步区，反而是车子要让人的。对，所以台湾好像是在为车服务嘛。那我觉得文明如果走到这里，大概也大概停止了吧，因为它没有办法永续发展。所以我们相对的，我们好像到欧洲某些城市会觉得很舒服，而且很享受去散步或是骑自行车，而且不觉得危险。所以你到荷兰采访单车系统的经验是怎么样？因为现在其实在台湾喜欢用自行车代步的人也越来越多了，是。可是我觉得好像用自行车代步还是有某一些不方便，反而大家比较用自行车在周末的时候找一个特定的路段，对不对？去骑自行车几个小时，可是你很难把它落实到日常的生活的交通工具。是，对。那你的报道里其实有很深入的一个探讨，说为什么自行车在荷兰可以是很成功的，大家日常每天都可以使用。在哥本哈根跟阿姆斯特丹两个都是著名的单车城市，然后放眼望去都是骑自行车的人，各种各样的自行车很漂亮，对不对？然后爸爸带着小孩，然后前面载只小狗，对对对，或者是说他前面就有个拖车载一些小朋友，所以他跟我们这种就是好像大张旗鼓车队不太一样，他就是通勤，然后代步，然后那个脚踏车可能都很普通的，对，脚踏车。其实他们过去也曾经是以车发展的这种思维，可是后来在1970年代的时候，他们有石油危机，那个时候丹麦政府呢，他就很严格的规定说周日就不准开车，所以你只能走路或者是骑自行车。那时候阿姆斯特丹这边，荷兰阿姆斯特丹，他也开始积极的推广自行车。那很有趣，就是说他推广自行车同时呢，他也对这个汽机车的停车他有一些抑制，譬如说他可能减少市中心的这个停车格啊，或者是说他提高停车的收费。所以在这样子一个一拉一推的这个两个力道当中，他就自然而然让当地的人会习惯去走路跟骑自行车，就鼓励了自行车的发展，对不对？对对对。那相对台湾可能就是要推展这个自行车，可能同时它不够有足够的配套去支撑这个自行车的推广，或者说支撑行人路权的推广，所以可能就比较不成功。瑞士的职业教育学生约占全部学生的2/3，透过严格的学徒制培训出各行各业的工匠与师傅。更重要的是，学校大多依各地的企业需求所成立，因此产学之间合作密切，企业通常也会支援设备、厂房和教材。不管是这本书上一篇《文明的代价》，或是下一个部分《生活密码》，其实你们探讨的都是很多很严重的问题，在目前为止好像解决的办法还不太多，或者是说在近期内很难看到会有立即的改变。
你们在做了这一系列的报道之后，还会有希望吗？其实，在混乱当中有看到一些小希望。那举例来说，就是我因为做了比较多教育的专题，其实在采访过程当中，还是会发现一些真的有一些理想的人，可能是在这个市井巷弄当中，帮一些小朋友去做客服，或者是说用比较启发性的方式去带他们阅读，或者是说在社区里面办学。然后利用当地的资源，建构在地的知识。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它虽然很小，可是它其实我觉得那是一个希望。那另外一个就是在我做那个南行人行报道之后，哎，我就发现我家附近的人行道开始拓宽，然后本来上面很多障碍物，后来变得都就是都清除掉，然后变得很适合人行走。那当然我没有很大同正觉得说我的文章也很有影响力，但我觉得说其实好像这个念力是有效的。然后最重要一点就是说，我觉得做这样的报道它是有它的意义的，因为台湾它还是慢慢在改变，然后其实台湾还很年轻啦，对，在战后到现在，它只是说它过去加速了现代化。所以我觉得当然也很感谢说我们有机会在这个节目上可以把这样的理念这本书可以宣传出去，那可能让大家更多人知道我们想要讲这个价值观的东西。那也希望就是文明码它对于改变这件事情能够有一点点推力。对，所以其实是重要的是只要先生植一颗改变的种子，观念上的改变之后，渐渐的就会有，你就会发现有一些变化了，对不对？然后那就是一种宁静革命了。今天的访谈之后，大家可以找时间读一读《文明密码》，你可能会惊讶地发现，原来在社会进步之后，人们常常忘记生活与教育的本质。在享受先进文明的同时，我们正在预知下一代子孙的资源。有了这层体认之后，产官学各界才能够用心思考，如何在创造璀璨文明的过程中，也必须用心保留文化及人心的美好。今天很谢谢瑞云到节目中来跟我们谈这本非常好看的书《文明密码》，谢谢。